本钱我都不收了，以后我当老板挣的钱还是五五分。昨天收入1050，今天准备了160份，成本在420块钱，看生意怎么样，开干。哎，小光，你吃啥子？我有产品。好呀，来。摊子还没摆好，都来了15个朋友登记了，赶紧干。哎，啥么呀？这边来。吃过哈，要得。吃过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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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吃好意思，今天准备了160份，2个半小时就卖完了，现金加上我手机里面的，预计收入在950以上，吃饭。还我只要吃饭，不吃饭都是好的。算了，今儿不去了。来去吗？哎，坐吧。哎，在那个王峰。王峰啊，喊出来噻。我去喊了。哎，你把电话喊你抓子哦。抓啥子？快出去，态度好点。我不给。我回娘家了哈。怎么？快我身边去，别讲你哈。哎，对，干我干我晓得，俺也。我住院了，我住院住院。哎，快哥，我就饮茶代酒敬你一杯。哎，你们坐嘛。来舅舅，牛妹，我来讲，牛妹，今天整那么大一桌子呢。来，我是你要喝呀。来，舅舅。嗯。不过做事业多多少少有点矛盾，我是过来人，也看得多这些事情。还让我同学做水果生意，还不知道该死啊！说开了，大家就没事的了。两位，王峰你晓得错了，都是兄弟伙，说开就算了。王峰，我晓得。人没得啥子，就是犟得很，有时脑壳还发热。我问一下我母亲干啥子，你快不给他说了。大哥，我敬你一杯。一切都在杯中，你晓得我的。以后你喊王东，我绝不往西；喊我妖姬，我绝不干样子。反正多的不说了，以后有什么事情好好的说。大家，这次确实是我做的不好。来来来，快我把这本钱收到，你再给他一次机会嘛。两块把钱收到，两兄弟好生干。本钱我都不收了，以后我当老板挣的钱还是五五分。也要得，这样事情就过了，喝一杯，大家来，大家干一个。王峰，你以后要是再有单干的想法，不要怪我商量哈。哎，晓得了。